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云。今天我们给你们分享卢比雷啊，卢比雷呢好长时间都没有货了。我们去年拿了好多的卢比雷，但是呢小克拉的不多了。我们这次到了十几粒的这个卢比雷，价位呢还是2780和3800的，它俩区别基本上就是颜色上的区别。3800的颜色呢要鲜艳一点，就是鸽血红那种感觉。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卢比雷呢，它包裹体比较少。颜色呢达不到我原来那批货的颜色，但主要的优点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包裹体，火彩还是非常好的。今天已经卖了好几粒了，卖了一个4克拉多的，卖了一个2克拉多的，这个是3800一克拉的，这个是我们原来3800一克拉的。这个颜色呢就是要稍微红一点点，这三个搭的都还行，这个就是颜色稍微浅点，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势，他们就是全金玻璃体，你就是翻过来看都没有包裹体的，这样看，这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，但是这个小的真的是就是全金的，我卖了那颗也是全金的，一点杂质没有，就是处女座的美女你可以选这样式的，就是很干净，没有包裹体，火彩也很好，像这个就比较大了，7克拉多了，可以做吊坠了，这个很干净的，像这个呢，它我原来拿的这些呢都还可以，像今年就是像这样的颜色。如果是这个价位的话，就是包裹体非常的多，那我这还可以，这个就是鸽血红的，颜色很红润。这一盘呢都是3800一克拉的，像这个呢就是2780的，2780的颜色呢要霉一点点，霉红一点，但是也是全金玻璃体的，基本上很干净，基本上没有那种包裹体。这个是2克拉多，还有2.7级的，我们今天卖了一个2.7级的，剩下的这些好像就是4克拉多，这个比较大。这个呢也可以做吊坠了，这个很干净的。翻过来看，其实上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手印，这个就是很干净的。基本上没有什么包裹体。翻过来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像半宝石之类的，你翻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里面比方说有包裹体了，就是一览无遗的。像卢比雷无烧的，像这样的晶体就算很干净了。要求高的你们就可以入这个，颜色也是很漂亮的。火彩很好，切割的也是非常好，主要是形体也很好看，台面也比较大，这几个都不错。我们还有好多原来的老货，还有不少，老货等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盘子都是老货，都是3800一克拉的，宝石类也是非常好看的哈。这些颜色都是鸽血红的颜色，现在市场上都没有这样的货。我们2780的还有，2780的不多了，但是都是大克拉的，这些都是2780的。这个是坦桑，我们收的新货，等明天我们有时间再讲坦桑。这些都是2780的，我们今天2780还卖了一个新型的，我们新疆的妹妹买的。今天卢比雷也卖了好多，今天我们基本上也是爆单的一天，三金质和出货单都非常多。这是这些是沙弗莱，沙弗莱的颜色全是卡扎尼绿的，都很漂亮的。像我们这个2780的这个颜色也很漂亮，就这个最大的这个颜色要稍微欠缺一点，剩下的都颜色很好。蜜蜡呢我们又到了好多哈，是因为我们家北京的姐姐又要两朵玫瑰花，但是我们两朵玫瑰花也没办法拿，我们又拿了好多。这些呢全是吊挂件，这个我们明天去做整数，34个上面都写好了。我们今天已经出了好多了哈，这些呢是已经编好绳了，这样绳我们已经编好绳了，手串和挂件都有的哈。那个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实力宠粉哈，如果老客户有需要的东西呢，我们都是为了你一件货我们可以拿了好多。这一包34个，而且这都很大的哈。我们有这样，明天你们直播的上午10点到12点的直播时间，你们可以在直播间新鲜上。因为蜜蜡这块呢我就不怎么整了，基本上是分号这整哈。森金质这一块呢，如果呢你们肯定是找我的，因为森金质我都是一对一给你们去选裸石，去选款式，完了再到敲定成品。像蜜蜡这样东西呢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挑的，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品质，因为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品质。挂件好像是88，手串是58，都是纯原矿的哈。那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。